我们的师兄啊，就为我们医院盖了一个组合屋。面对疫情，台北慈院和慈济志工合力建起户外筛检站，建商采检 X 光室一气呵成，是守住疫情第一线的坚强堡垒。各项防疫策略也让史丹佛大学工位专家很是赞叹。慈济有很多的志工都是非常 devoted， 然后也是非常聪明跟 creative， 所以很多不同的那个 solution 哈，那个都会想出新的办法出来帮助人。谢谢谢谢，上来就是尊重、感恩、爱，这五个字哈很重要。人生呢，有了爱啦，社会才有希望。每一部爱的足迹都需要仰赖文字、影像记录来留历史。真善美志工汇集资料，从每个置业园区，甚至是当年 SARS 的种种故事，都要逐一整理成册。你家己哪会当写，你尽量家己写。你若袂晓写，你讲给别人听，你叫别人帮你写。好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希望能够做到。整个文史记录是点线面的部分，而且人人都是真善美志工，人人可见证，这就是很宝贵、很宝贵的史。你们真的是才女，而且呢，不只是哈人间的才女啦，是菩萨中哈文殊哈。化心慈济四大志业八大法印，人人都是一本宝贵的大藏经，希望号召志工一同留下时代的见证。大爱新闻谢宇山、邓英中台北报道。